世界顶级的开靶重量。那么对于中国选手田涛来讲呢，这个220公斤的开靶也是他第一次这么高的重量开靶。他在世锦赛上当时开靶重量是215公斤。田涛在以往比赛当中的个人的平局最好成绩呢是226公斤，这个成绩呢是在去年世锦赛上创造的，不过当时呢第三把加到了236。玩得很轻松，这是一个下蹲挺的选手。哦，今天是半挺，先半挺，先是一个半挺，这个半挺位置也相当高。成功。行，有这一把垫底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对，那么田涛在前一段的训练当中也已经表现出230公斤这样一个水平。那么特别是我们现在啊还依然记忆犹新呢，在2018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，田涛将第三把的世锦重量架到了